nothing personal. It's my view of this society. I hope y'all gonna like it. Appreciate it.一点你我欲你你我差不多四年知己有咩位多了路甜面改变退我六年没住家同更有三年今天交朋发现人多你顾你不知回去我无非解决妈高爷爷找中文打理爬天我的苦妹搞出行为变了处理下你的那海南我家密我也放退来给你捆绑好心都没人管不接不求不敢讲弄头弄吗那我没见到人怕电话总念嘛念嘛我没我女我一样弄明白念嘛嘛我一样的见我能做你吧你把酒提嘛你非要搞回去裤带我爱你不要你非要带我靠台当天没弄不如听口别发来等到现在听我读啊让你这一天来叮叮叮走路往里走就令叮就在那里地不懂我给拿来拿胖胖叮叮叮走路往里走就令叮就在那里地不走可给拿来拿胖胖同你里面我想在你那路难呢明要增高看见女孩美女爱恩明要想把你看女孩故事打老死呢不用往南逛附近听见我没死呢偶里看见土里弄买药给人打卡不过说了你发的女孩一定应该处理的你要不让你能搞你爸爸你那为啥时间替我爱你让你了吗处理我来也找听要找你呀莫天才怕电话搞你别进入我你搞一口现在偷你从我的母女狗我好莫能烦莫听路我听完你弄吗你你老没在不过追逐北木都能干灭我的天花莫你跟你分床的弄你什么给我偷你脚步是有偶里都脚搞定了你跟着那些为体面惨的念法偶里应该偶里也找了情无出售千万阿妈你谁有问讨搞谁有阿不你